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不知道啊，是人先来，还是天地日月啊先有？也不知道啊，现自在菩萨出生在什么年代？因此，请问你老人家。请教。你问这些问题，用意何在呢？这些问题，你要是真正搞清楚，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。你先去读《楞严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详细，《唯识经论》里面也说的详细啊。但是这些典籍分量很大啊，要很有耐心呢去学习。这是一个专门学问啊，但是经论里面说了一个总原则，我在此地可以透露一句，但是你未必能够理解啊。佛在大乘经教里面说是同时的，没有先后啊，这个话是真话。可是你很不容易理解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先后啊。你即使把楞严经念得很熟，有了心得了，你就会同意这个说法啊。楞严经讲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，这是讲宇宙人生真相。